见鬼！我找你爸，老头家，出去！你落狗出去！你妈的死贱呐！妈的，我放！你忍什么好啊？哈！你这是就客气，我就是要离你的性命。你的双手拢是别人的血，天公伯早晚会把你收掉，想收啥我都唔知。我今日所做一切，拢是为着要保我家己。 万芳，我自细就真够向阮爸生的，我爸嘛最疼我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真正只只所害啦，你无见出嫁。哈哈哈，恁爸上疼，你竟然还以为着烦恼你倒落去，你阁真正就友好。你这人比屁傲气，做了遐尔济歹代志，死给你阿麻烦。不然现在不是来跟我无敌来。啊，不过你害死我的后生，毁掉我的人生。 最起码你的事，我所有一切我拢要提走。你给我的痛苦，我绝对。阿母，咱来去找，我清醒多。外面是什么声？别人，你别倒入去，我要帮你。 我刚才，我刚才是帮，我袂当让我阿芳清醒过来，我袂当让伊手上我的一切。圈圈，圈圈，亚芳，你是我的亚芳哦。你是谁？我是小丑啊，我今麦是来带你去甲圈圈见面的，小等你要甲圈圳做伙看我的表演哦。你知影圈圳伫倒位？当然啊。 而且我感觉讲话好势，就咱若是等我表演完了后，就换伊要带去，就安尼上介意听。来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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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带你去，真紧就会当看到人啦。好，多谢你，咱进来走，卖让全全等。恁后生哦，伫咧内底，拄啊才带落去尔。你告诉陈威好些情况吗？你有这个困难，伫咧才搞乞巧动手，不如你家己困难醒来，赶紧内底家己后生拗出来，无定着伊即摆要活着。但是小班那是死呀，待在内底嘛，拄拄啊好。带走，你若真想走，你规气，赶紧给伊带起来。
马上就要学啊！凭你一个人是无可能走落山的。等到天光，警察就会来抓你这个逃犯。到时阵，你就等来给人判去，一世人伫咧监狱内底流目屎。亚婷，你先别着急啦。我来请白银所有单位到三工啊。我想大姐哦，应该也袂惊这样的。哇，你先等我，等下哦，我去找你，咱做伙去找啊。金明，阮爸今日约一定要去阮家食饭，你先别搞我回去。袂用的啦，亚婷的大姐哦，即马找无人啦，我去来到三工找。你家己拢自身难保啊，搁要去到找人哦？阮爸啊，搁阮妈都伫北城的时阵哦，拢是亚婷甲我到三工照顾的。啊！即摆亚婷的大姊无去啊，我嘛应该去甲斗三工接到啊。你得行一定的代志，爱赶紧处理，若无以后你伫咧病院真歹做代志。我再讲，一定一定会找机会直接叫你离开。安尼，恁爸爸是安怎？我无讲你袂当甲亚婷斗三工，啊，毋过院长即款是毋是当生活病，我毋知影咧。今日阮爸请院长食饭，你人一定爱到。啊，若无阮爸是要怎替你讲话？你亚婷报到啊！你无看到啊？我要去了解伊个状况啦。你即马就送落去，嘛无法度甲伊斗三共声。陈丁啊！你敢有说安尼对待伊？是闯红灯，我甲班是咧甲提醒的。那你就无需要啊！超工开这么紧，该吓惊着啊！对，我就是超工的，我嘛真讨厌我家己安尼。啊，不过我无想要搁看到你关心伊啊，所以你上好赶紧甲伊分手，以后这个代志就别搁发生了。在附近，亚芳，大姐，亚芳姐，亚芳，亚芳，啊！你爸，阿妹，阿妹，你安怎？我脚刚受伤了，停。哎呦，爸爸，你脚刚有要紧？我紧啊，我紧紧紧。爸，你比较坐啦，我跟你一起去找一个好啊。我免来坐一条啦，卡受伤，行较慢就好啊，行。爸，爸，我紧啦，你好别找啦，我一人坐你家也挂着去。亚芳，亚芳，亚芳，走，走，走！大姐，亚芳，亚芳，亚芳，你会做吗？你紧急心呐，爸在这里啊！亚芳，阿妹，爸，凤姐。阿妹妹很弱，亚芳姐有什么代志？自己心里讲去啊。规身躯冷冰冰，你是做出来要创啥啦？你万一出代志，
叫爸也免抓。阿伯，你先莫紧张，我来太后叫火车。周小姐，你是王亚芳熊孩囡仔这起案件唯一的目击证人，你是安怎看待因为被伊偷走出去这件代志？哎，你莫伫对我对调调好不好？你是要陪我做去找雅婷哦？你要去找雅婷做啥？你袂记得啊？雅婷的大姐即马人无去啊，大家真着急，头壳拢已经冒咧烧啊！我当然嘛要去斗三工。伊是毋是超工，我是毋知啦。我干那知影，做毋着代志就爱面对法律，病情袂当当做脱罪理由。你认为王亚芳伫个计破病吗？我无安尼讲啊。不过一个破病的人，是安怎离开病院了后，会走去深山哪来？是要畏罪自杀，还是毒品行走？这个问题大家当想看卖。唐小姐，你一面来当然来回答记者，你来伤害我，我亚芳何去误会你知无？我只是叫我知影发表意见，讲有唔对。而且你讲我伫咧害亚芳，拜托的，我真正无迄个才调，是王亚芳进门不哦，才害着伊家己的。是讲，恁是嫌疑犯的家属，面对媒体，就算唔知影忏悔，嘛应该会晓拍摄啊。检察官也无起诉阮大姐啊，你明明就知影呢。这個、案件还阁真侪疑点呢，你哪会要伫媒体面头前带风向啊？即马敢阁需要我带风向？各位，这两位就是王亚芳的爸爸甲妹妹，恁若是想要知影伊是安怎行到这个地步，直接问伊就好啊。王亚芳为什么要伤害囡仔？啊，伊是不是有破病？是不是就周小姐讲安尼讲法？蔡玲双面姐，你讲。啊爸，蔡玲较脆弱嘞，你害阮爸爸挂断啦。哎，唔敢啊吼，这就是被害者家属的心情。爸，我跟你来。阮亚芳的情形状况无讲真好，迄天。伫个现场个代志，我有甲问伊，伊话拢袂记啊。我嘛唔知影伊最后哪会去认罪。恁讲你有看过笔录？那恁面顶应该写个清清楚。迄是囡仔走咧偷情，阮亚芳伫后壁咧叫。经过一段时间，亚芳甲个囡仔才同齐出咧李彤彤个小姐面偷情。恁讲看卖啊？安尼，阮亚芳敢有可能去伤害到迄个囡仔？那恁囡仔为虾米会受伤？啊，无定是迄个囡仔家己走走会跌倒啊！我嘛还咧找证据，想要了解伊当中的状况。啊，不过即摆都要找无嘛。亚婷，想袂到你为着要替恁大姐脱罪，连这种话嘛讲会出啊！是，即摆社会气氛无分准阮讲啥。啊，不过阮并不是讲要替阮亚芳脱罪，所以阮才想要讲。各位，你即摆是要了解代志的真相。还是要找一个所在出气，恁家己都要想清楚。先装我来讲，阮查某囝绝对袂做出这种伤害囡仔的代志，因为伊真是他妈才失去一个囡仔，迄囡仔才要出门，伊要去看一个表演，结果叫歹人掠去，一个火烧，即摆连尸体都拢找无。阮亚芳就是因为这件代志受到刺激，所以心情才会不稳定。我去病院偷偷看伊，伊看到我先来甲我讲的，伊讲我全身只块伫度，伊毋是差要找伊呐，伊是真了疼小囡仔一个妈妈，伊看到别人的囡仔，要甲小命甲疼都袂赴啊，哪有可能去伤害到囡仔？我知恁做记者、做媒体，弄恁的苦衷有不对的所在，这我拢了解。我嘛不是讲爱恁替亚芳去讲啥，我只是要恁就事论事，莫让伊社会大众对遐个个误会。恁讲的，凡事伊听无，啊不过我听有，我唔敢。我拜托你，留一寡困难，还还对着政府。莫让我老鬼来，但你也真心有挂。